俊杰宝爹啊。喂，厉害。啊？罗曼生菜大肠杆菌超标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咱即摆送去航空公司的生菜盒，爱换上别种生菜？好，我知影，我会甲经理讲，别啦。李俊杰，既然你的能力这么好，我就不要跟你讲，看你临时要怎变出其他的生菜给航空公司。水哪破干嘞啊！吴俊杰真热心啊，介绍真侪朋友做我的客户，所以今日我就买这提拉米苏来给感谢一下。吴俊杰哦，不然就是一个大暖男，这位弟哦，你有感觉超有安全感。哎，安尼讲起来，一凡正式出局了是不？我感觉你跟俊杰有淡薄暧昧。你莫来乌白讲啦，我唔知啦。刘嘉文，那你问我是啊？我是来找俊杰。我希望之前你对我妈讲遐话，你阁会记诶？哦，你讲我讲真侪话呢，唔知影你讲话是倒一句？你讲你家己跟我妈一点仔关系拢无？照你大概哦，陪你妈来看我爸的态度，你应该惊讲。我是要靠关系，我定是固定得到好处的吧。伫这个社会，早总本来带有一挂关系啊。我是今日为特别邀请你，你会去讲你跟伊品有关系，是我妈的亲生祖囝，是我的姐姐。可是你若安尼讲，就是我的困扰。我阿姊无可能做这种代志啦，你真足奇怪诶，谁人准备对我阿姊讲这款话啊？你的阿姊今物嘛是我的阿姊，恁两个人无血缘的关系，算是大做伙的姊妹啊。我甲伊有血缘的关系，要过两个人说成就结婚人。所以啊，血缘这种物件是毋是足好笑的？你甲俊杰明明身躯顶留着一部同款的血，要过恁两个算是无同款个性的啦。俊杰代表的那是善良，你代表的就是自私。你敢有想过，明明你甲俊杰有血缘关系，阁是做伙大汉兄弟啊？但过你煞无伊百分之的温暖啊！你想做咪替我改变？是啦，我改无阿多比啊！伊是阮阿妈甲阮阿姨上爱的囡仔，啊我咧，我因为我妈的关系，伫外口一直防看袂起的细个囝。你也是甲以前同款啊，什么代志哦，拢挂去别人身躯顶。你是凭什么讲这话啊？你够有法度了解我的感受？迄种逐天看到目色的生活，可能敢若慧婷会当了解。要毋过慧婷有一只这么阿爸的姊啊，伊可能嘛不敢讲出来，佮你作反的，佮你作讨厌。你莫后壁讲好无？我讲我阿姊感情足好诶，而且我从来无想要佮伊比较，我佫较爱佮伊攀关系咧。自细汉啊，我功课无好，啊，毋过伫学校，我拢会甲大家讲，刘嘉文大学霸是我阿姊。哎，讲起来哦，我阁有淡薄仔同情你啦。虽然你甲俊杰可心做位大汉的，也毋过你应该从来毋捌感受到啥物是手足之情啊。你是讲明以上，我迄两个弟弟甲妹妹啊，应该有甲我当作是各个同款尊重。你若是一直看你无，
就算别人敢做尊重你，你还是感觉因看你无。我看我家己无，你莫在遐急着敢做了解我的。既然你已经讲啊，你跟我妈无任何的关系，以后就各人过各人的生活。这个人真是奇怪，是安怎，跟大家拢都是敌人同款啊？伊问题真多啦，你也是哦，要跟伊解释我。咱也是来找你的男神俊杰，看要紧哦。好啊。